这是亚姐请来这边。我的心静静专注听候上帝，我的请求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上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冠台，我袂大摇撼。上帝啊，在你的殿内，我效仰你的慈爱。这是咱要来一念《使徒信经》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是上帝，赞美你的创造你的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性命，爱主，伊的性情到来，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伊温柔的到临来受苦，也是个死埋葬的灵物，伊在伊对世人讲的话，就听，他这一生的上帝到顶，伊的厉害在心花花的夕阳，我是信心。我心想，共同教会，信徒相通，最下的就可以给我永远活命。阿门。今天一点，有缘的同心来祈祷。愿全能天父上帝，你是阮全人类的盼望。恳求你看顾拢总受造的，怜悯阮伫非洲，因为信仰来遭受死神的刑审的。在遐有老的外人，因拄着灾难，恳求上帝安慰，也会甲因相佮同在，手术困难扶持因，一款无可奈何的艰苦心。在阮看做无盼望的情景，愿上帝怜悯，予因伫苦难中得到安息。恳求你，予因的心灵得到拯救。这时，阮也为着日本长老的妈妈。并不在姊妹以上的些事帮助能量。在这个家庭，阮看见你的慈爱甲保守。在凡事中间，阮用感谢的心来献上阮的祈求。在三月十七，下早起有要过年，暗时有要过年，这个家庭的对事礼拜。十八日透早有要献花礼，正面礼堂以及各别礼拜。甚至到下晡也有安详的礼拜，我所有的这个过程，上帝会当看顾的面，予因平安顺利。愿同心献上感谢，愿一切拢归荣光伫你的性命。我有稳定慈悲疼痛全能的上帝，我是你卑微的贱奴仆，予阮通过耶稣基督救赎，使阮救恩的法度。倘仰望将来的荣耀，我要常常效念你的恩惠，诚心感谢你。我唔那敢呾用嘴呵呵，你那听。我愿伫生活中会当表现出来，用耶稣基督的款式来回应上帝的大听堂，也将今仔日所有的敬拜归荣光伫你的圣名。我你感恩，我即时所有的遮的呵呵甲敬拜。各位的救助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恁水听我讲，
就有好米通吃。犯罪未得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爱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的怜悯。上主讲，我的想法不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低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低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。要予夜静的有静止，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行驶。以前有气味的所在会发清白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就咱们来恭修上帝话，啊，有三位，有一位是不用出来记三经三十到十四节，搁一位是用马太福音是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，以及罗马书第八章四第十四节到十五节。这记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摩西对上帝讲：“看，我到以色列人遐，对伊讲，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恁遮。因若问我讲，伊叫什么名，我要甲因讲什么啊？”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自然而然的，佮讲，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。”主人的请我到恁家，搁一位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章，恁咱捌听见有话讲，着听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着听因，困着恁的。就替因祈祷，予恁真做恁伫天里的爸的子，因为伊予伊的日起来，照歹人甲好人，也用好恶义甲不义的人。因为恁若听听恁的，有啥物报酬？遐个抽象的，敢无安尼行吗？恁干呾，请安恁的兄弟有啥物较赢人？外邦人敢无安尼行吗？所以恁着顺传，亲像咱的天父的顺传。我就以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既然乎上帝的神所出的，是最上的囝，因为恁毋是受。着罗卜的神，地教各家人就是受着势力做囝的神。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家己，甲咱的神三甲干净，做上帝囝。愿上帝说，听咱伊的话人，伊就愿意跟俄罗归伊的性命。